I can't do this. What?你不给你拿去了都饿了嘛来吧你去给我嘛给你拿去给你拿去哈哎呦好爱呀你不是上来吃噻你不给我炸来我吃完就下来了嗯这味道真不错呀你不给你不要上来的 小妹，小妹，怎么卖？小妹不卖，想什么呢？吃的这么香，馋死我了！快给我来一份。用不了这么多，这一张就够了。芳姐，这一份你能吃得完不？有多少呀？我吃不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家扇贝肉每包是200克，99可以得到2包、4包、6包、8包、10包。 是我们家粉丝不？不是，我刚刚刷的。给我点个关注呗。行，没问题。再给你送2包，给我点个小红心，再给你送2份黄花鱼丸，回家做个汤，老香了。再送你2份干紫菜，99一大箱，给您包邮带回家。喜欢的话来一份。行，我来一份。小妹，你天天那样吃海鲜，家里有矿啊？我们家没有矿，但是我们这边有的是渔船。这一盘很贵吧？不贵。 一包才花几块钱，那你先别吃，给我介绍介绍。99你可以得到2包扇贝肉，4包、6包、8包，你是我们家粉丝不？必须是的嘛。那我给你再送2包，给我点小红心不？每次都点。真的假的？真的。再给你送2包，满满一大箱，给你包邮带回家。不能再划算一点了吗？ 那我给你再送2包黄花鱼丸，再送你2包干紫菜，9912包扇贝，2包鱼丸，2包紫菜，给你包邮带回家。好嘞，我马上就下单。感谢您的支持。不要曝光你，咋了哥？你家鱿鱼卖的太贵了。你听谁说的？隔壁卖鱿鱼说的。他说我们家99卖多少只？6只。6只怎么够吃？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家剩了大鱼啊，都是给您现做现发，1包2只装，给您2只、4只、6只。他不是说我发6只吗？再给您加2只，够了，再给您加2只，够了呢。一共啊是10只大鱼，不是嫌贵吗？再给您送2份泡椒鱼皮，2万小菜，再给您加2瓶红油，这满满一大箱啊，只需99米，还给您包邮带回家。喜欢的话，点开下方购物车。 小妹，小妹，怎么卖？小妹不卖，想什么呢？吃的这么香，馋死我了！快给我来一份。用不了这么多，这一张就够了。芳姐，这一份您能吃得完不？有多少呀？我吃不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家扇贝肉每包是200克，99可以得到2包、4包、6包、8包、10包。 是我们家粉丝不？不是，我刚刚刷到。给我点个关注呗。行，没问题。再给你送2包，给我点个小红心，再给你送2份黄花鱼丸，回家做个汤，老香了。再送你2份干紫菜，99一大箱，给您包邮带回家。喜欢的话来一份。行，我来一份。海螺的话，一年四季，也就是春季的时候，更加肥美。挑开，看看它的肉质。 看肉，超肥，要把它这个黄弄出来。天空好深，完美的一只大海螺，先吃点黄。太香了。
细胞啊，它是它的一个肝脏。五胆，都得把它揪出来。